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在这个新竹市政府前开场，对，长官们通融让我们在这边开场，没错。但是今天我会站在这里跟你们也算是很久了，哎，很久没有这样子开场，对，因为这代表着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代表是什么？代表就是今天没有我的责任制。哎，我没有带任何。你今天没有约妹来了？哎，对，那也有另外有可能，就是今天的男来宾会比较多啊。这样跟上礼拜比较下来，今天录影可能会没什么气势。对哦，没什么气势。对，上礼拜我们三个都在配六个人。对啊，那演艺圈。哈哈哈哈哈。一景之前来还有差点拿走奖金。 他被弄掉好几次，所以林俊今天加油。好，你也知道，如果跟仁甫哥同一队的话，要怎么面对他了？怎么面对？就不要太相信他。好，相信我第一次来，也很多告诉我一点东西。哎呀，两位，哎呀，也郭哥好，郭哥好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志峰哥哦，是台语天王。 哦，这是歌唱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唱将，而且实质哦，有一首歌叫《不曾说爱》，如果不是你唱，我不会。哎，慢点，你讲，慢点，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，在这个戏里面可以唱得到这样。好，阿喜公仁甫那也要来，他到底要不要来？还是他请辞了？哎，干什么？Hunger， 瑞雅就第一次来了。 来了，因为经纪人觉得我太胖了，啊！经纪人怎么会这么过分呢？这是因为这样子送你来。对，那我今天只求吃饱，不求拿奖金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很饿。发放，双加冲击。哎，我说不错哦。发放的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来来来来，三关出掉的每个冲击时间使用。好，现在可以选择这一条线的两边，看你们要站哪一边，我就站这了。 我这边了，我也要站这了。这个决定，这个决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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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你很喜欢？没有一点不能不喜欢。哇，没有一点不喜欢啊。对，所以你不是喜欢 Muscle Man 那些的。有啊，他有啊，感觉有啊。他不是，还是哎、啊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摸的好敏感，你摸的，我特别想选命运。哎，我们进，我想选命运了。我到这里了，我突然想选命运了，所以你也，你很期待女来宾摸你，你为什么就不逃？啊，那我要过去。不是，没有女来宾摸我啊。啊，到底机会跟命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一二三，是不是？我是刚刚过来看一下你们的状态，我回我位置去啊。你就在这里了。好。哎呦，是消防班的这个志兰。哎，班主你好。班主你好。你好。班主吓一跳，看到你就哎。是消防博物馆中三分队小队长，好，谢晨，对，还有谢队长，队长好，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消防博物馆，哎呦，来我们参观我们的博物馆，里面有很多的设施，有防灾的交易，也有古迹，哦，等一下各位啊，在整个游戏里面呢，也可能会参与到某些的设施哦。没有这个，我们对于消防员哦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尊敬，对，因为其实严格讲起来，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。
就是好像所有阿猫阿狗的事都打电话给消防员让他来处理，比如说树上抓猫啊，家里吹蛇的我也看到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如果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正确的应该要打电话给谁来帮忙呢？ OK， 我们最需要的工作呢，就是紧急救护跟火灾的抢救。但是在民众呢在危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请求119的求救，由119来统筹来调派协助来处理这个案件。哦，这样就了解了，大家又上了一课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是前面的没错，对对对，要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帮各位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在我们新竹在地的美食里面呢，它已经有73年的历史了。哦，各位看到我们眼前的，它是蒜南杜仲，它这个已经到第三代了。哎，哦，那如果呢，你内行人呢，像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哦，会点个布拉巴根，布拉巴根，牛仔肉巴根。而且有时候呢，我去的时候，因为老板跟我也蛮认识的，说，哎，来个重油汤。有什么都有啊，还有那些混合一起尝试看看，综合汤或布拉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综合汤还是布拉？布拉吧，布拉吧，布拉吧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啦，我就赞了啦。谢谢老队长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接下来这个交给我们，交给你们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前面非常好吃73年的霸掌呢？请念。各队进行消防器材 PK 赛，赢得较多关卡之队伍获胜。先分队，怎么分？先选前4张，女生选前面的4张，他又不要让男生和在一起。没有。好，来林静来，剩下给我。一警先开，好，还指定人。19，好，来瑞亚，来瑞亚，19，Yumi，91，好，你再打点那个香烟，91，所以你们两个丢球伤，现在看男生的部分了，哦，那就从林静开始啊，91，啊，林静往那边填，二来志峰哥。91，小队长91就5枚，那么多91吧？啊，19，我们三个一起啊，1、2、3，啊！过去你过去。好，感觉不太妙了，请念。两位队员使用防虎式消防车打水，一位队员瞄准灭火，率先完成是队伍获胜。哦，要灌那个水桶啊！所以这个水桶一有重量了之后，它会它就会压下倒下来，这样就过关了。哦，要这个这样子，有亮出饥饿游戏，那饥饿游戏的贴纸完整露出来才算。天哪，我们好有想法哦。对，蛮厉害的。那这个等于这一关等于要3个人哎。对。对。两个打水一个秒。那下一关的人可以重复吗？不能。我们那这样要分配喽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它等于是有分小关的。没错。我们三个不能全上在这一关。对。因为后面还要留着，男生要保留实力的。我留到后面好不好？好。这边只需要3个人，我觉得。我先拿。不能先试，不能先试。先摸摸看。我力气很大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不好？游戏王哦。可以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对。谁打三个？你们压。好，我秒。好，我射。OK， 我们压他射。我觉得这个不耗力，这其实可以用女生压，男生比较容易控制。比较准。对。控制，我控制。对。你控制吗？对。后面如果是比例量的。怎么办？不是，因为我手应该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啦，应该你们两个留后面，因为呢，你是力量的代表，你姿势的代表，所以力量跟姿势我们都留到后面去，所以我们就你们两个负责，我来负责，没错没错。三位要切记，切记，这是抢食赛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一开始臂力完就要全力以赴，因为我们比的是谁把那个水桶弄满啊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没有，在5分钟他应该就会倒下了。没有，这个我们就是要告诉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感受消防员的感觉。哦。因为当他们在救人的时候，其实拿管比这更高。对啊，比这更高，多辛苦啊！而且火场里面的温度都超高。对。好，赶快开始，赶快开始。那听到哨音之后就正式开始哈，听哨音。预备。林静，对准，对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你不要晃，你不要晃。
其实灵机不能晃啊，不用太大力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不用太大力。太大力了。哎呀，那个其实也不太容易哦。因为它水出来之后，那边其实会不晃，对，会变成个水柱。而且它不是很稳的，一直这样子水压。对，就是冲出去了。他有冲出去水柱的那一刻要进，要进，好有，不会啊，水柱有难拿吗？应该是说他们两个的那个打的力量之后呢，灌到这水管之后出口比较小，所以那个力量会，不是你在抖，是那个他们两个的力量，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太那么大力。大方让你们知道啊！他突如其来的告白，孟哲是我的菜了。哇！导致孟哲整天都害羞的小鹿乱撞。今天只要跟孟哲敌对，林静，孟哲就交给你处理。我第一次录影有紧张的感觉。2、3。很直视，你看徐梦哲，我想要面对你的心意。对呀、啊，石就是你，不要一直瞄我，很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。是说他们两个的那个打的力量之后呢，灌到这水管之后出口比较小，所以那个力量会。不是你在抖，是那个他们两个的力量，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太那么大力。不能太大力，不能指教。对啊，我们为了节目好，我们而且他那一段完全是讲给孟哲听的。哎，啊，你们孟哲这大长，等一下是拿着消防这个？哎，等一下我拿，本来是我想要拿，可是后来徐孟哲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呢，他虽然是力量代表，但因为他上个礼拜就去闹丢肩膀，因为他就乱玩那个福利挺身啊，对对。对，要谢谢你们刚给我们的建议。徐孟哲现在将用最标准的姿势来去进行待会的射击动作。何谓标准姿势？你看一下，看，我们都已经想好了，要夹，这么夹住，夹跟拖很重要。夹，夹，非常不好夹，所以你要特别用力。好，所以还是比时间哦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理。好，来，所以蓝队请准备了，预备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这样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哎，对，大力要到底，要到底，对，一定要到底。好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准哎，特别准哎。其实好像这两个人是关键。灭火，灭火，很好。好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希望能高一点，希望能回调。快点，让我们。徐梦哲让他回家了。徐梦哲今天感觉很漫不经心哎。对呀、啊。不是我这里，我要。徐梦哲要不要再瞄啊？瞄啊，再瞄啊！你要瞄。许梦哲，你今天有力不从心的 feeling， 对啊，力不从心啊！而且你今天心情有严重被影响，从开场太脆弱了。你应该要很开心啊，因为心里有一个人是为了你。不是我奇怪，录到现在有70几集、80集，我第一次录影有紧张的感觉。小鹿乱撞，因为有人一直关注着你。对对对，我刚才玩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个眼睛一直盯着我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间是到底哪边获胜，请主谋公布。黄队。33秒，厉害了，还蛮快。对，58秒。先抢一分，先抢一分。那我知道了，今天只要跟孟哲敌对，林静，孟哲就交给你处理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好，没关系。第一个阶段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是还有第二个关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关卡我们再来去前进。来，大家一起念。两位队员轮流丢消防水袋、滚击锁瓶，累积较多分数，队伍获胜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三条线？有红的，有绿的。我们的程度用红线就好了。什么？太多。讲关卡就讲关卡，请不要带侮辱的请假。我跟你讲，不管把那个水弄到墙壁去。我们每个礼拜要见面，要这样聊天就对了。我们坚持，我们坚持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。好，你们就从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从这里嘛。我怕我们卡关了。这个，可是这个是有重量的哦，可以这样子丢吗？
一定要滚的吗？干扰哦。这个很难哎。哦，小队长。是这样。对对对对。Yumi 看一下哦 ，Yumi 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平常消防员都玩这个游戏吗？这个是我们在火灾抢救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部署水线。哦，这样最快。对对，这样最快。各位看，他的甩的方式要注意，如果不小心会打砸到自己头，所以抓到这个地方。这边要抓着。各位看一下，这边我们打保龄球一样，你可以助跑。啊，但是我这样，好助跑。哇，这哦，这个很难准呢。对啊，这个能够扛在这边甩，也是可以，也可以扛着甩，肩上也可以，抛甩也可以。哎，那我们这边剩下我跟郭哥是对的，对，我们两个男生，两个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我跟 Yumi 啊。对。哎呦。那是对的。对不起，我提个议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有一个 Yumi， 这个真的很重。哦。他的话，可不可以自冰开始？让一下啦。你说到哪里？你说到哪里？没有，就一格啊。就这个黄色。好，这条线。好好好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对的，我们还是要尊重。那蓝队先，我们交叉完。好，加油了，郭哥，一号摄影机，林少英，预备。啊，歪了。哎，可是你的弱点，你要不要弄？你的弱点，弱点很好，你的弱点是在这里哦。没有，但是你到那边就撇开了。对啊，是因为这个盖子不是完全平的。对啊，它会有点滚动。没有，这个其实准不准好像没有绝对的关键。来，换你们，换你们。来，Yumi先，对，Yumi先。加油！来。好。哎，他真的好瘦，他瘦到让我觉得有点可怜呢。可怜，不要可怜我。又斜了，又斜了。他连滚出去都没滚出去，来，这感觉好像是命案现场，画个粉笔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说我们不给你机会，为求公平，让你轻一点，你从这边继续丢，这样够长吗？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很多哎，这样有没有变轻了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哦，这样就轻蛮多。对啊，这次怎么样？好，来，不要扯住，不要。好，轮到我，你一次就全倒了，来喽！很直哎，准度的问题嘛。哎，我滚得很直哎，你一开始很直，但他弹了几下之后歪了。哎呀，目前都没有人击倒任何一瓶，我只要一瓶就赢了，你只要一瓶就好了。那这样这一关就都没有人过啦。再派一位高手，然后我们把线移到，就你这里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请问一下，我是不是可以自，我们可以自由指派高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，那我们这边就派出小队长好了，那你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怎么丢，再给丢，你就当我们的打手嘛。这个要看裁判。不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见兵，他见兵哎啦，不行哦，不行的，这是我们的竞赛啦。小队长，我来啦，好不好？我来，那我们嘞，你来，我来，你来，好不好？郭哥，你依旧要使出这个，对对对，这样甩比较快。郭哥小心，你可以来。对，压力大了，压力还是有，没有压力了，我们可以全倒的。来来，你准备好就自己开始哦，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冷静，可以。这一次又抛太直，对，好吧，好，所以现在变成这关我们赢，那上一关我们又一比一平手，一起吃。一起吃嘛，来，今天第三关。好。
一起吃，为什么那么难相处呢？又是下午茶大放松。哎呦，干嘛这么计较啊？那再来 PK， 在这边 PK。好，来 PK 干什么？一位队员挑战抓蛇任务，率先选到蛇之队伍获胜。好，这当然要选许梦泽的啊，许梦泽，许梦泽，我许梦泽每次第一个就中。哇塞，你站出来，我觉得好像我们不会赢。压力，哎，我一站出来，兽首，兽首代表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了对了，他是蛇吗？对，他是蛇哦，是蛇哦。你我想现在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们等一下猜拳，赢的一定是先比较好嘛，因为你抽中蛇就赢。对对啊，那就是谁先中蛇就赢了。哦，好，是有一个。来来，你们剪刀石头布，还有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徐梦先，用眼睛看的，用眼睛看的，一选就中，就这个，用眼睛看的，对，干扰他，干扰他，用眼睛看的，没有，看他，什么意思？一选，一选，一选。我们来看其他的，太扯了吧！杨月看一下，饼干，你是超级臭手！天哪，好会选啊！你怎么会？林俊刚还一脸，他还一脸狐疑，就是结束了。你看，全部都是。好强啊！刚刚你还没派我出来，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罐子，我就一直盯着他，手怎么会这么臭啊？谢谢许茂德。第一关升鬼波，第一关干脆就直接抽这个就好了。不应该派我出来的，因为我有帮扶玉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帮扶玉，帮扶玉吗？好了，所以在经过我们非常快速而且激烈又刺激的 PK 赛之后，没有激烈啊，也没有刺激啊。恭喜蓝队2-1获胜。搞了老半天，第一关就是一个一人关卡，因为就是输给了一个臭手，就好开心哦！我觉得赢的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还蛮骄傲的。你可以先选锅子吗？我先选，你先选，我要选左边的。这个一定是5%。哎，不一定哦。对，你如果再选5%，就实至名归了。你来下一位，我要选跟许梦泽一起。哎呦！这么难相信他会抽5%？对，因为他运势太那个太旺了。今天他那个不叫臭手，那个叫旺旺。可是那就是臭哈。哎，那是旺。对，中对我们来说是旺。啊，其实换个角度想，应该是好运。好运。对对。好，我也是。抽五八也很忍辱就这样了，那我当然是跟着忍辱的抽。哎呦哎呦。好，那那一波满额，你们只剩这两波，大家一起来。好，满额了。对。对。不会。好，所以一锦选这个，莉亚选中间这个。好，中间开始开数到三，一。2-3，10%，哎呦，中间的，好哦，哎，这10%也还不错，还不算少，两边开起来就知道了哈。你刚呛我，我一定5%，对不对？一定的，他一定。来，因为你五的话，玩那个观众都很喜欢。1-2-3，耶！臭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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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手。这个时候5%公的肖像又再次立起来，你怎么会这么臭啊？好了好了，那你们可以选择了，你们到底要不要压？我觉得我想压。你们后面还有机会，可是如果后面两关都赢，就没机会压。通常是输了赶快就压，对，能压就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有4个压了，三个命运，一个机会，然后我想赢了。许梦泽要甩，给许梦泽甩嘛？我甩，他甩的话就是机会是谁？机会是老婆。很饿。我现在我身份证配偶栏好像还没有写人呢。机会是你，命运是其他三个。照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机会哦。啊，机会。离婚了啦！命运。离婚了啦！命运。配偶了，厉害吧？老东西，好夸张哦！再也出不到，5%干掉30%了。
许梦哲，你今天第一关就发威耶！第一关我你上得啊！你来，你去你老公旁边吃。不要不要，你在那里吃，你在那里吃。都为我。你在那里吃，我不要。这咕啦汤好好喝哦。咕啦汤应该蛮厉害。那咕啦吧好好吃哦，好甜，而且是嫩的。霸掌的酱好棒哦。哦，这霸掌可以吃到20%，很幸福。哇，哎，那个肉真的好嫩哦，真的好嫩。哎，我们觉得第一关结束，有种信心完全被击溃，而且感觉我要一个人打败你们全部。好像玩了很多关，真的有，因为这关是他一个人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观众你好，观众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边呢，就是位于这个新竹的青青草原，哎，然后这里呢有儿童的游戏平台，还有的这个种植的山樱花、枫梨，那最重要还有一个这个游童步道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散散步，然后带小朋友来玩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最近有新的一个设施，是沿着坡道设置的溜滑梯。哇，因为我在山坡上了，它是沿着坡道设计的这个溜滑梯。那前面的美食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百年的卤肉饭。哦，已经放百年了。应该是那个卤汁哦，应该可能有的卤肉饭厉害，它就是整锅。从来没停歇过，从来没有停歇过，几十年。对，老卤汁，老卤汁。再来旁边这个是冬菜鸭，冬菜呢就是我们在吃的煮汤的时候呢，都会特别放一种叫冬菜酱菜，我们对有点像是客家的福菜，可是又不一样。待会赢的可以吃正点。好饿哦，天哪！对啊，这都是老店，因为第一关精神被凌辱。好了，来，到底要玩什么呢？请念。各派四位队员进行一人一次比手画脚，答对题数较多是队伍获胜。不难啊，一人一次，各自啊。那个人要做北台湾最长的斜坡溜滑梯。啊！不说不知道，江志峰竟然样样全能。我会摸颜色。有颜色跟蓝色，我们是蛮厉害。真的假的啦？有。这个是蓝色的，真的。但我今天手又受伤，啊，他手受伤，手受伤，哎呀，不是我滑了，不，我滑不了，真的有滑船过，我不会滑船。究竟综艺潜力股江志峰是真的啥都会，还是靠吹嘘？稍后见分晓。难呢，一人一次，各自啊。但是赢的人要做北台湾最长的斜坡溜滑梯。啊！其实蛮比的啊，分队了，分队了，这边要抽题目了。现在分队，每个人轮流选择后面的红色跟蓝色的神梯，有什么差别？然后爬上平台，先满五位的同一队，所以大家要背对，然后一个一个轮流爬上去。所以我们不知道谁选了什么，我先上好了。好，来讲话。啊，讲话，哎，咱们也不能用听的，只要一聊就对了。听起来也应该都一样。我们九个人应该要爬5分钟，一聊45分钟就对了。那最后一个上去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。那我觉得先上去的比较好。因为那中间有没有人要第二个？第二位。不是，一聊其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。对，因为你会不知道到底要一聊要聊多久，这个是没有 ending 的耶。我准备了 ending， 他也没有镜头给你聊。对，这种位置吧，那我先走。郭哥爬不爬？你要跟谁？好想说看哦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有彩华姐来，会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因为彩华姐或玉林自己就一个人就拉9分钟。你自己过来玩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，是不是应该猜拳一下，公平？我们猜拳，这样最公平。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对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你们两个。好，那你们今天最后，哎，我们两个是最后，对，你们四个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好，我们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好像少一个人哦，不重要，什么意思？这边没有人，没有人是吗？最后，下一位。你们真的很没水准。
等一下主谋讲说下一位的时候，我们举手看谁先。下一位，谁？好，分不出来，你们三个慢慢讨论，我先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他有第一个，他直接跑，所以现在上面已经有满的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下一位，没关系，我就最后一个，我就最后一个。来啊，上来哦。好了没？好，准备可以上场吧。我们三个又一起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非常开心，因为从节目开始以来，我们三个只要在同一队的，没有赢过。几率很低啦。但是今天许梦哲会反常，因为他今天首次跟林静同队。过去那你过去。那我过来。哎，你怎么又过来的？下机随机。有没有人自告奋勇要猜？因为猜是关键哦。猜如果猜错会被干掉。方向一不对，你从头到尾都猜错了。我们两个猜拳啊。天意。好，输的猜。好，输的猜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。这样猜。可以，那我们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那他猜。对。应该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都还可以，但我觉得你猜好，你想猜，可是我讲过六瓦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结束你就一直溜，好，去猜下去。不怕，我是老鼠屎。你一定是老鼠屎，你就是一直讲。你一定是的啊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讲游戏的内容，他已经飘到远，飘到其他地方。他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关卡，他可以做一首歌。经过私下的猜拳啊，橘队赢了，但他们想要先攻。抽吗？抽！我来，镜头看。不容易耶。好，有想一下，先排棒次。先排棒次。第一棒，停下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加。完全看不懂哎！哦，这个我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好，不能说话。什么？哎，好，这感觉起来天，天空，上下。哎，有难度哦！你往卡通的地方，好像跟卡通有关系哦。什么？通常我们节目里面超人啊这种东西，通常我们节目里面出的题目都是包罗万象。对。什么什么一梦？那个卡通这个是他有特别看到才知道卡通。什么什么一梦？是南柯一梦，可是不像。大家还有什么一梦？哆啦 A 梦。哎，你们讨论在哪里？哆啦 A 梦，多拉不可能，哆啦 A 梦。好，我差不多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答，不然就没有了。什么？南柯一梦啊！我是答对。我们不能输了，我们不能输了。哇，哎，强哎！你在一梦都出来了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对，你刚刚讲对了。南，我还写了 S 南，东西南北啊，东。哦，对。但是他那个就算没猜中，我觉得一梦，这题非答对不可，非答对不可，因为至少要先抓到，既然先抢平手一下。对。对。啊，这有点难。能否你好了吗 ？OK， 我要来了。好。喝瓶宝特宝水壶瓶好。干杯啦。好，瓶罐水壶。射旋弓旋弓或者是旋罐弓罐旋蛇。刚刚那个第一个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这个淫荡的女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这是什么表情？你可以还发出声音？不能出声音。犯规。你比得太好了。我答案是杯弓蛇影，一定对。我是答对。对呀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他关键了，他也很厉害。哇，你的最后那个赢哦，真是太好。我们看到那题目之后，他就说他要最后赢。他那个了。对，他就最后这个，太好了。跟王丽娜，也很强，来跟王丽娜。没有赢是丽娜。胡歌涛，对啊。选一张哪一点的？你第二个强悍赢，强滑。下去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啊？干嘛？中弹哦！中邪！中枪！丢高！高打！高打！高打！身上长虫。第二位。枪！枪！蹦！自杀！蹦！好！蹦！蹦！蹦！好 ！Lucky Seven， 手上有一个七。哇哇哇！脑脑脑脑脑脑！来第三位。蹦！用力用力！丢高，这个也是丢高。好，丢高。丢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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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好多丢高哦。对啊对啊，来第四个出发。怎么就好像差不多哦？掉对，哎，请往后看，请往后看，请往后看了。放放，不能出声。好。掉，哇，好难哦。有点难，因为我们看也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我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一跟三是很丢高的。什么东西？他简单来讲，就是局对这一段没人。哦。哎呦。猜不出来了吧？答案是 B B 宝宝。B B 宝宝 ，B B 宝宝厉害哦！哇，好新颖的答案哦！恭喜答错。答案是擦枪走火吗？也不是，因为你们第一个那像擦嘛，枪长一点，枪嘛，油枪滑掉，油枪滑掉，油。三个不错。划船就你那个是丢高啊！你那个完全浪费了，摇这样更好。你那个滑，你那个滑有点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十秒还不太滑了。你那是坠落山谷，因为你们一跟十秒，你们一跟三都很像丢高。十、九、八、二、夹吃喂喂喂你吃东西。喂你吃东西嘛，哦，就是喂你嘛，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把它捏到你在哪里面嘛。晕晕，昏昏，喂东西跟昏，再来昏，再来。好，第三棒出发。喂昏应该是对的，喂昏什么？生啊啊，生生嘛，太厉害了，喂昏生，太好了。好，现在就有问题，男跟女而已，走。有一根的，哎，什么啊？有一根，哦，指东西。正确答案是未婚生子。恭喜答对。哇，波哥懊恼了，小队长，你们那边带队好像有点没出息耶。不会啦，没有办法，自己错误啊。所以恭喜我们蓝队获胜，可以吃东西。太厉害了，我们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三兄弟哈聚在一起，如果是比默契，这真的就是无话可说，天下无敌哈。那现在前面有三锅，我们蓝队的可以来选，最低的是谁？现在最低的九十 ，Ria。哎呦，我是最低。哎，对 ，Ria 先。哇，目前最低又是新手。那我选这个。95的两位哦，你们显抗力。哎，还有他，哦，我是没人，抗力抗力，没人，先抗力，你们先，你先选，你先选，一二三，一起指，你选好，我不要跟你走，真的哈，那我要中间的，哎，你不是说不要吗？我猜一个成语，这成语叫做夫唱妇随，压，不是说不要跟吗？对，好，两个在中间，仁甫，我要跟 Ria。哎呦，放弃左边的。刚才5%是在这里，那我要在这。三，哦，1、2、3，耶！我是，我肩膀痛，我肩膀痛了，我肩膀痛了。今天跟谁？好幸运哎！真的
帮夫运好强哦！云端上，哎，你们真的要好好珍惜。哎，你们两个在，我们对啊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那可以，你可以一个组合就好了。行，我们先吃。你们两个先吃，先吃。哎，来，那你们有没有人要压的？有没有人要压？要，什么意思？压。哎呦，两个命运一个机会。哦。然后你们放徐梦哲来赛吗？要吗？随便的，我们今天在参加婚礼了。好，我甩了。来呀！机会，机会，哎，10%都被徐梦哲弄掉，哎，今天都被弄掉，哎，好可怕哦！哇，5%的是香盈，恭喜香盈，你有5%可以吃。来，那我们就请享用了。这是他刚刚讲的是什么？75年的百年的卤肉饭，百年卤肉饭配上冬菜鸭汤，就是哦，那是我喜欢的。这卤肉饭的那个卤肉就是那种白肉的那个很嫩的，入口就是一融化的那一种，不是那种碰吧那种。哦，好好吃哦，很好吃。它里面那个油脂它化开的时候，哇，对，冬菜鸭还配上香菇，嗯，好香。好好吃哦，我想在嘴巴里面。我比较喜欢看林姐，她这个因为她的心情好，吃起来的东西都好，特别幸福的感觉。吃就吃，你不要一直瞄我。好啦好啦，恭喜啦！孟哲很少，就是他真的很少这样啦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样。照你们刚刚猜对的那个成语送给他，早生贵子。恭喜！哎，刚是未婚生子，未婚生子，没有要婚。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哈，现在才六月初哎，对啊，严格讲起来都还没有到真正的盛夏，对，好热。在我们火热的这种天气跟融化的人，都没有比有一个人他火热的心情跟的来的炙热，这人叫林静，对，而且观众应该发现哪里有问题。这边原本是孟哲的情侣雅座，孟哲都坐这，孟哲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跑去那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其实有点想当边缘人就好，大家聊天。对，加油！加油！不是香颖，你坐好。姐妹一句话而已。唱一首歌，好，隐藏，对。那之前我有上一个节目，我觉得那很好。嗯，就两个人呢，不要讲话，互相凝视20秒。哇，这个很好。其实从眼神当中可以读到对方的心。要来凝视20秒，来加油加油！我为什么要配合？我到底为什么要配合？是谁在这？哦，要趁着这样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触摸。你在急什么梦？你在急什么梦？现在要先大家先安静一下，沉浸一下心情。好，有对的眼了哈。让空气凝结。好，让空气凝结。预备，1、2、3。说好的划船攻击赛，渐变落汤鸡大赛。你跳过去，用跳的再传过去。现在要先大家先安静一下，沉浸一下心情。好，有对的眼了哈。好，让空气凝结。预备，1、2、3。你又不肯直视，你看徐梦哲，不是装什么鬼脸呐？不是，两边都用斗鸡眼在对着，要面对你的心意。对啊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诚恳面对，我还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。
帅哥那边。做聊人开心，从我们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拍，我看他对接，而且达摩用手机偷拍哦。不好意思，下午茶大放送，花生酱。刚刚喊录影之后，出门口的顺序代表抽球顺序。抽到红球的五个人不能吃。哦，所以先出来的啊，比较没有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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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到红球的，对啊。第一个谁先？一锦先选出来的。阿健哦，请抽。谁？一锦啊。一锦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能看啊。那我吃吧。抽到红球不能吃。红色，红色抽起来好了。哎呀！好聪明，好聪明。好，第二位，第二位，红色不能抽。那可以给他吗？第二位，剩一个，不要放回去哦，球好好哦。下一个。我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哎。不会了，不会。好香哦，花生味道好香。还是算了。我让你看，小雨变弱了，95%哦，10%哦，还在这个最后10%，哇，漂亮一个，漂亮一个，第三位江志峰，志峰哥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有可能三四关也赢不了，不，再耗这一关，这就放，这是我们两个耗这一关，你不能这样讲，他刚刚一直在讲，你们节目真的很真实，我会摸颜色。哎呦，红色跟蓝色摸出来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要摸红色，你若摸得出来，我就让你摸。所以你要摸红色的，蓝色的摸出来。哎呦，这个是蓝色的，真的。哇，怎么你那么厉害？因为我刚刚有注意看了一下球，但是我不能跟你讲，我不能跟你讲。哎呦，有真的假的？第四位是谁？第四位林静。啊，是我。林静。好，红球比较软，是不是？不。哎，拜托你们把红的摸出来，摸出来。对啊，哎，我最后一个我没得摸，麻烦你们把红的摸出来。好，那我也觉得这是懒的，不能让。啊！厉害呀！摸出来了，那就没机会了。为什么你们觉得那么厉害？下一个是谁？谢谢。四个蓝了，我还蛮香的，对呀。啊！几个蓝了？三个蓝，三个蓝了。两个。我想买，想要吃哦，你不可以再吃了。没有这么夸张啊！我们再聊嘛，再聊嘛。但这也很难讲。海威，是我是不是？我摸不出来啊，哪有不一样啊？蛮红的。哎哎哎哎，你怎么？我要昏倒了。哦，我们还有一丝希望。我们还有一丝希望。第十波哥，我完了。哎，波哥是蓝的哦。哦，哎，我是红的，你怎么打我啊？哎，所以你也没吃到了，所以我们三个还有一个人吃，对，还有一个可以吃。第八是我，旗帜。我是你们两个帮我决定啊。双鱼座这么可怜。哦，你们在聊吗？不，你看在聊就倒霉了。是我们两个，九位人补。这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依据了。我选这个，他是。蓝色的，耶！我竟然可以吃，你把最后抽起来。孟成，你们发现人生啊，不见得要自己选择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竟然可以吃。放弃主动权比较，一模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对呀，明明就一样。那你刚刚到底是用什么？吃那个有十八，不一样啊！你骗人的，这个有信心，吃到饼干有十八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不会饿肚子，你已经变90了。10%，对啊，10%，好棒哦！哎，我两关都赢，然后结果现在还90，他都没有赢，就抽个球就降到90了。现在呢，怎么？一两千。哎呀，我今天真的好衰哦，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的预感。我也不一样。叫我们换装入围的何伟，你好，好，欢迎大家来新竹市的青草屋。
然后我们清朝，那清朝有62年的历史了。哦。然后以前的话是以前老一辈的新竹人士都会划独木舟。啊，对。对，然后现在的我们水域游戏中心有独木舟，也有立式划桨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一根桨，然后串起老一辈人跟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一个情。对，因为你年轻人来划的时候，他可以回忆以前你的爸爸妈妈在这边划船的历史。对，好，那有这个非常有感触的青草湖，想必来到青草湖，我们一定也要喝的就是青草茶。对不对？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不是，没有青草茶，我们是卖快点吧，我们是卖美式的外带的东西。是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松露薯条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酸辣仙人掌。哇！松露薯条哦，它是用真正的松露的酱，然后。哇！哎呀，又是松露的酱粉呢。现在看到上面的黑点是松露，那不是黑胡椒，是松露。松露。哇，那重粉，天哪，爆掉了。鸡腿堡是每天现腌，然后现煮。哎呦！而且你刚刚没讲啊，它是汉堡啊，它是汉堡鸡腿，它是先腌制过的啊，对，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一定要来吃到这些东西。漂白过的，是现做的，每天自己做的起司酱，有两种不一样的起司酱。对，哪两种？考你，一个是切达，一个是罗斯。哇！好，那我们谢谢两位关注，这个就交给我们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要玩什么呢？大家一起念。各位队员，长这样。好，我们用哪边滑？长成那一个人滑呀。下面呢？谁叫你滑这个？下面这个桨滑这个干嘛？没有，用这个桨这样子，它只是装饰而已啊。不是，你在救人过程当中，只要站上小船，可以攻击敌对的人。但是不可以攻击船长，不可以攻击船长。一根杆子只能攻击一次一个人，就这样，你把它推下去，这一次就失效了。如果我没有推下去，就继续攻击。那分队就很重要了，分队很重要，已经分好队了。好，我怎么分好？刚刚有吃到饼的一队，没吃的一队。有吃到饼的，你先可以吗？我们没吃到的，他们也三男二女，他们就靠一个许梦哲，你们就一个许梦哲。可是那我今天手又受伤，那他手受伤，手受伤。那你们就只能靠林俊的夏天了。那这是我滑喽，不，我滑不来，我来就好。你不要小看我，可以。你真的有划船过？我也划船。厉害喽！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一群人呢都在同一艘船上。没错，在这边呢，我们不能互相攻击。我们这也算人质区啊，要被救，一定要到船上的时候才可以攻击，才互相攻击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是不能攻击的哦。在这边攻击的话，算敌对得一分哦。啊，也不能上错船哦。你说跳错船了，哎，不是你的，你却跳上去了，你也不能再回来了，你就算对方帮你得一分。对。船长就是要想办法如何缩短他的航道，不要花太长的时间在这个湖面上，最快速的载了人就走掉。对 ，OK 哈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你们来救我们哦。好，预备 ，Go！ 救我！船长能不能互相打？不行！船长只负责运输。走啊！放心啦！好，跳过去，走啊！恭喜！
自己上岸就好了。谁来肉肉？谁来你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鞋子啊，快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好难，刚刚鞋子跑了，再来的时候速度好快。对，鞋子哦，好像不错。哎，跟你讲，这个比到最后是比臂力哦，那真的很肌耐力哦，对，很累。哎呦，江志峰好像真的有滑过哦，那蛮厉害的，马上真的蛮厉害的，马上就抓到诀窍。哎，我不要帮他们，直接上来吧。上上上，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，站着站着。U 字型 ，U 字型，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好，转弯了，你要先转，你不要踢我，你只要左右到了就转弯，你是屁股过来，你用，好，转过来，站好，你站好，你站好，你站好，好，左右的，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你才能转下去，停到了先转，我再跳下去，小心小心，你不用投篮，你加油，加油，这我应该没有挡你，赶快救救去人，你后退一击，打到你，对了，你们不要靠太近了，你蹲下来好了啦，我看他，我看 U 字可能会那个。会掉下去。哎，前面的也可以滑。你好大了，我是到那边就要转弯了，你才不要弯，直接在直接拉住了。到了就要转右侧，侧边转弯，侧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侧边转弯，不要头，侧边转弯，不要浪费时间在转弯。好，用你上去，杰森继续滑。杰森继续滑，我好累哦。Oh my god！ 我们下了两次水就慢太多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要先转弯，你转弯过来，你这边过来不要投，我会浪费时间。哎，对，你看一下，哎哎哎，他这个方法，我们在这里，这方法真厉害。你这样，你让我们上船，快跳，你跳过去，用跳的，快点，哎，你跳上这个船过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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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过去，好，游过去，快点滑啦！好，游过去，快点滑啦！下去，下去，快滑，快走，快走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就是要滑，一定要滑，这样啊！今天我们回来，我快累死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快点过去，哎，国哥，国哥要站起来。遇不到敌人，我刚最后要攻击你，我掉到前面来。哎，要到小船才能攻击哦。借过我们的来了，我们也来了，我们也来了，我们这里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都已经来了，要到小船上面才可以攻击。小船上，哎，那我在这里可以攻击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在下船，你是在下船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慢慢来，小鸭子。哎呦，哦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孙贤志，你不要那么猴急嘛！啊，你尽量稳住，你尽量稳住，好，好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水了，好笑！船夫累了啦，船夫怎么了？不要再，还可以坐一下，坐吧。不要再，还可以坐一下，坐吧。啊！哎呀，船要翻了！哎，我们这真的没办法。哎呀，我们上来吗？小心小心，这个很硬的。这里翻烂的，翻烂的。里面有个木头。还可以坐一下，坐吧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其实只要一落水啊，就很难上，时间就拉开了。对，可是你自己再对啊，再回首一百年生了，不能放弃。志峰，志峰，你怎么变成船长了？你怎么变船长？因为志峰哥应该没你，你加油一下嘛。
频率的问题，重量的问题啊，配重的问题。哎呀，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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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很硬。没有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辛苦了啊！环夫，环夫先撞钟的。其实我们比较，我们一开始比较有劣势。因为我们有两名队员落水，落水，那落水时间就拉开了。小雨，你怎么一上去就落水？不是，因为你们说叫快点，我一转头就是滑倒。我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，你上去的时候都没事，你落水的那一刻是王府就是快点啊，他把你的船。难怪我想说怎么那么滑，我会滑倒。是，你踢他，我刚本来想要帮你，是帮你把头推过去的，就一推就发现你就掉下去。OK， 我们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。是我们前面虽然有两个人落水了，虽然是自己落水了，但那又如何？就算时间拉开，我们落后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放弃。于是，在最后一棒的时候，我们也终于追上了。之后也盼到他们也落水了，而且还落两个。我们录完了以后，最难过的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道具，因为他那两个手做了好久。对，那个绿巨人跟蜘蛛人，但什么都没有用到。但是那个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没有遇到，他有一对一有落差的，怎么可能会碰到？哎，好了，那没办法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红队要来吃松露薯条，终于赢了。蓝队往这边，蓝队，蓝队，哎，你们手上哎还有牌子的有谁？我跟瑞亚，你两个都还有，我也没有哎，你没有了。我有，我还有一个五趴，那你有赢啊？是你赢啊！哎，对，你三关都赢啊，用不到啊！我啊，那我一直都赢，为什么我还九十？你等一下会变八十。我一直都赢啊，我的分数都比你们低耶！我有练就一身摸颜色的功力，摸麻将，我连颜色都没有摸到。好，所以我们红队这边要先来选波了。好，给你们最低的，最低的来。那我一定是最后是九十。哎，是我，一百的，是啊，最低的。最低的八十五啊！好，我们最低的是八十五，哇塞，我们真的这么烂哦！你们好丢脸哦！到了第三关还八十五，赶快用，赶快用！我九十还不是最低的哦，第五够多啊！你们也够烂的，今天真的很弱，我弱翻了。中间，大概我感觉，好，赢了这么久选中间，那我轮到我了吗？你才不会也想选中间？我给个意见。给意见吗？我真的太衰了，我不要三次都五趴，拜托了。我这样真的很衰，从头晕到尾，结果八十五趴。你知道我那个庙里面现在右边站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圈空的。我不要，你比练习生还低阶。不要，我要开一个武神。武神哦，很猛的，过关最多的。哎，这武神啊，叫五趴是什么？武神。好了，就他了。OK 了，下一位。我要第二个。你要跟我，这样也是中间的。因为我今天太我也没你好哎，来，这个我选这个，你就这个。我要选那个慎选哦，你这是你第一次吃哦。对，可是因为我刚刚一上来，我的眼光就是看着他，所以完了。有反应哦，金贝，完了，因为完了，就也是觉得完了。那我们再有可能准啊。好，两个，一个，从哪边开？中间，哇，从中间就不会是最高的，那应该会安全的啦。啊，一、二、十五、三、二十，最高的，还有三十，这一关有三十，哎呀，不是你就是他，他拼三十，拜托，那就两波一起啦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。70，老天有眼！哎，我怎么帮人家选都选那么好的啦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们也要甩骰子了。对，我们要用命运剩下的，然后压。预备，命运！啊！哇塞，你刚被踩到啊！你踩到你的脚吗？抱歉，对不起。今天都没有机会，你刚被电到。今天赢的机会到全部都是机会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你们也没得吃啊。我没有啊，好想吃松露薯条。那松露好香，好香哦！我刚才水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的有点冷，竹竿被软掉了。哇，才一次就30趴，多好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浪费，这一颗一颗黑黑的有没有？不要跟薯条一起吃，一颗一颗黑黑的吃，你咬下去那松露的香味才会爆开。哇！
哦，松露的香味在嘴巴里面。哦，竹炭鸡肉汉堡，哦，好棒。有竹炭的味道吗？有。面包。面包啊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微微的，淡淡的。哎，志峰哥，我们这节目已经过四分之三了，有没有后悔来上节目？不会啊，搞不好最后我就赢了啊。哎呦，因为最后一关是有最高是可以到四十，对啊，所以待会我就来赢一次。哦，可是要赢之前呢，能不能让我吃一颗那个松露就好？我们应该想这样子，这个也问他们。如果他们说 OK， 我就给你。不行，你好浪费，这些都是。对啊，你看，哎，真的好辣，这个酱太辣，太豪华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我觉得这个节目真是做得太好了，让我们所有人都饿到迷路了。对自己能力夸口的江志峰，究竟面对人生第一次的大猎杀，他会如愿赢得胜利，还是会依旧惨败，留下污点被大家狂亏呢？大家念念看，我们来进行抓猴大猎杀，转动轮盘决定抓猴对象，现实内主播之队伍获胜。B1 一楼、二楼常有变身水，可以让猴子找。然后一找到之后，我就转轮盘看猴子转换成谁，然后去找变身水，所以猴子有可能会变人。对，他转到同一个人，那你就继续当猴子。那抓是怎么样？就碰到就是，碰到之后，然后有尾巴把它拔掉，碰到就赚钱了，然后把收集尾巴的。哦，所以只要碰到了哦，要先分队吧，先分队，各抽一张，先不看，各抽一张，先不看，来请各位，剩下的给我。队员很重要哦，队员很重要，哎，所以变成两条，所以要一个一个开了嘛，好，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啊，江怡，啊，看来是拼图，看来是拼图，来，哇，这是第二组，来，我的是，鸡，这么多对，哦，这同样是鸡，好，没有每一组哦。我是有二，来来来，你们你们坐站一起，站一起，站一起，好，剩下三个，二，你俩，你跟郭哥，跟郭哥，你被抓了，有 ，OK， 我们，好，来了，郭哥，跟他去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两组能量太强了。这个时候林静一定觉得很遗憾，他没有配对完成。对，好，我有另外一组，对对，这很难讲，因为还不知道怎么玩。对。我不想当臭猴子。比赛即将开始，蓝色轮盘决定两位猴子是谁。第一次产生出来的猴子分别是王仁虎、张颖、李仁、卢文生、抓猴。
个哈。快点，你帮我解，帮我解，快！你要保护我！你要保护我！有有有！你有看到盒子对？有啊，有吗？那边，你有盒子，快点，好了，你快，快走！快跑！快跑！我马上去抓，赶紧跑，我去抓，我去抓！好，看到了，好，他，变身水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能离太远，因为我们随时有可能变猴子啊。王元甫变身，猴子变成郭子乾。郭子乾完蛋了，郭子乾没有上楼，郭子乾楼下。猴子。变身，猴子变成许梦哲。天哪，要排水啊！上！先说再说嘛！明白，明白，我不能让你抓他，我不能让你抓他。我找到盒子。哎呦！变身，变身队，变身队！江云变身，猴子变成瑞亚。你赶快去找变身水。你们有变身水吗？没有。啊，真有？你有吗？啊？哎，你还跳跳舞啊？第二个，变身。许梦哲变身，猴子变成李一锦。来，带这个。一锦跟瑞亚，那瑞亚还不远呢。我跑不过去，加油！对不起。没走吗？没跑。哎，哥哥。有超市的地方。谢谢啦。加油。我这里这边。拍照，拍照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盒子？这里有一个盒子，我先守在这附近。注意，那要再甩一个。我有带。再甩一个。我觉得我要在这里等。李一锦淘汰，猴子变成王仁甫。先喝变身水，然后体动作。变身。好。上班找猴子。对，好。你说，我又看到一点。好，哦，看到了。好。他在这一层比较安全的。对啊。瑞亚变身。猴子变成江志峰。其实那个地方呢，他们也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假装我是个买东西的。不，你如果我现在不是猴子吗？对啊，你现在要去找水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万一如果变成现在猴子到底是谁？现在猴子。
谁？瑞亚。我就跟你讲，我就跟你讲。等一下，先请先着装。当时峰哥跟我擦身而过，他等一下。好，这边有。OK。江志峰是猴子。江志峰。好，来了。对啊，我已经锁在水附近嘛。来跳舞，谢谢。变身。王仁甫变身，猴子变成林静。我刚刚看是峰哥，他刚往那边走，所以仁甫哥有可能会先遇到他。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越来越多人来了。没有关系，我去把这玻璃拿去换水。好妙！我可能没有水了。为什么没有水？快点，上去。走。今天喝变身水了，让我变水水。Yes， 我们就要变身了。金，林静变身，猴子变成郭子乾。我是林静又在骗人吗？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郭哥，郭哥，郭哥，猴子，猴子啊！你知道吗？变猴子，变猴子，快快快！抓到猴子了，慢一把。抓到是峰哥。等一下。太累了，好，那我现在要再继续抓了。志峰哥，你在这里先休息哦。志峰哥跑快了，很厉害耶，很快。对，峰哥嘞，来了啦，对，好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只能够抱你。喝水，你看看这个猴子。江志峰淘汰，新的猴子是孙协志。等一下协志哥应该不会来这边，我抓住他。你这是死守那瓶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死守。你确定它里面有吗？有的。谁都不可以过来这边。哦，你打死我了！夹击了吗？你这里怎么变？哎，这里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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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快，快，快！好，变身转，变身水，要喝完了。对。哎，这么厉害！
子前淘汰，新猴子是许梦哲。我没有力气了。许梦哲，楼上。去楼上。喂，等一下，你喝完，我喝完换我保护你。去旁边。或者我们来这边走着好了。那你今天要跳一段舞？变身，这个是变身，猴子变成林采薇。那个是那个，我们两个。林采薇。你让他变装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简哥小心哦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水还在吗？哎，我还在。我的天哪，大家是瞎了吗？我看梦哲了。哎，盒子呢？变身，梦哲变身，猴子才是梦哲。变身，还是那边。什么哪来的？你说等米娅变猴子，我才等你变猴子呢。你们谁是猴子？你们都不是啊！我们不是猴子啊！那你们在这边玩什么？许梦哲，害怕好，变装好要讲哦，可以了吗？变装完成，快快快！快但是很早，我刚刚是连续第二次，还有可能转到他自己，也是让你自己真的是懵逼。变身，林采薇变身，猴子是莉亚。许梦哲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你们那边有一个啦，那边有一盒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去旁边卖妆，先带上去。六哥，是呀，变身老弟。对呀，拜拜。是呀，好帅。耶，好厉害呀，我好棒啊！不要拜拜。拜。不好，就我的，我刚走在那边那么久，结果水被抢走。许梦哲变身，猴子是林静，莉亚淘汰，新猴子是香盈，时间还剩30秒。林静加油！围攻他们，对，等于刚刚太混乱，其实梦哲给我按战斗，我刚刚也差点。林静 ，Oh my god！ 我变身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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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身完。不好意思，先让你加水。来，快去加水。别加水，别加水。哦，我去加水，我去加水。我怕是我，可是我在这边，他们就会看到那边，可是那个题很明显。小心他要加工。哎呀，他要变身。香盈哦，你又玩乐了。自己就贼了，一卡一卡，是你变猴子。
你差一点变成武招了。林俊变身，猴子是黄仁甫。进步，进步，不好意思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我没事。这个游戏啊，戴琳娜玩弄哦。这个游戏基本上，因为是两两一组，所以呢，战术上来讲就要运用德语，互相帮忙。我从头到尾就在找盒子，因为这游戏比的其实呢，并不是进攻，而是比生存下去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守，只要找到水，在这个水瓶当中一直绕，一直绕，只要随时变身，我就去拿水。随时可以那个。所以到最后一刻，我变成猴子，我还可以去拿水。我们这边比较单纯。那个这两位，对两位，你们还好吗？哎，你不是说你有赢的感觉吗？对啊，刚刚这不是淘汰，之后忘记跟我讲说现在淘汰，我很想去划船。我说那好，那我们倒过来再去划船。我是因为划船划到手软，跟脚软才被梦泽抓到。如果他要抓，很难有人跑得赢他。对，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战况怎么样。到底是只要有活着的人就可以吃，就代表还是要算队伍呢？没有一个是要淘汰，才是真的淘汰。有一个存活算活着，耶！代表我们的抗争是有意义的嘛？哦，所以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办法吃，就是四个不行，他们两个不行，黄队不行啊。其实我们都可以，就除了他们两个。太好了！有机会，还好我们两个战术得以。这是两家。两家烤肉万家香，这很拼的。哎呦，大家通通都有人。放眼望去，就是只有这两个人。如果你今天不是摸到那颗篮球，你就是一百。哦，其实基本上是这样。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呢，有些考验饥饿的感觉。红灯喝水，不是。喝水喝水。我自备的，好自备的自备的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哎。人人有机会哦，最低的最低的六十的六十的，林静也六十，哇，那我们就没机会啦，因为你们三个六十一定要分三波啊，啊，对啊对啊，那我们六十的看谁先选，要不然赢不了啊，剪刀石头布，那时候有一定要六十，对，要不然没办法，五件也没这个，不要吵，就这个，好，就这个。刚刚这个最多嘛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没有说我要哦、喔，我在想。发疯了，猴子，这个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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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命运被转掉了。对，压力波最多三个人，然后看怎么站。好，我要跟我的队友。我跟孟哲了，就刚那一关一起的。好，来，镇定了没？那其他的嘞？就跟人。瑞亚也在这边。好。三锅一起开。哎呦，哎呦。一起了，我今天第一关臭手的运势，各位延续到最后。一、二、三，开 ！It's me， 耶 ！It's me， 送你臭鬼！你自己刚刚许的愿。没有看我臭手能不能延续下来，他就延续了。可惜了，你刚不是这样讲吗？有可惜，那个是一个 lucky， 那是一个 lucky。可是你刚刚说的是臭手，虽然没有达到冠军，但是吃到这个美食。耶！哎，今天这个分量其实算多哦，二十趴的也好多。第一次用这么大的盘，便当了，真的，这已经算便当了。尤其饿到现在，吃下这个美味啊，真是可口。哦，麻油鸡饭好香哦，好香啊！好吃吗？它的麻油好厉害。哎，我怕它好少。哎，黄奖再点一份哦。这个东西就吃了，你会有不想再吃，对，吃不够感觉，你一直说我还要，我还要。我要吃一口，再闻一下，它现在是怎样？对啊。所以呢？经过了这一轮的比赛下来，因为郭哥就算抽到四十也赢不了了。对，仁甫的六十再扣四十，他现在只剩20%，也就是今天的最优胜。厉害厉害！来，奖金挑战赛。
好，今天的奖金挑战再度由王仁甫来挑战。好，加油啦！再度，但是今年到底有没有拿过？我好像还没有，我都没有在记这个。没有哎，他今年好像，他今年挑战很多次，但好像也都还没拿过。没有差啊，就算今天拿到，他还是要分给你买隔热。对，我的隔热纸，那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耶。但你不能没有给啊，因为要付隔热纸，你都没有赢啊。对啊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。如果今天我赢的话，我先拿2000块出来，因为天气太热了。请大家，哎，2000块好像不够，请4000块出来，请大家喝饮料，剩下4000块，剩下4000块给你，哎呦，哇塞，好，我们已经宣布我赢的话，冠军，不用比了，好，要他拿到才行，我要拿到才有嘛，好不好？怎么玩？来，请说，进行下一张猜大小的战赛，冠军跟我们先翻牌猜大小，现在先翻出一张张。好，看牌面之后，你可以选出主观还是逆牌。OK， 好。如果失误三次，你就发现了。好，我失误三次，你就没了。啊，就没了。好 ，OK。来，我先嘛。现在第一张。哇，这个可以自己选的啦。我要自己讲，我要自己讲。小。哎呦！哎，强运再小。这种几率不要让给对方啊。继续，小孩很多。继续。小。你看，再给他，七中间的给他，给你，大，比七大，是不是比七大？一次，那现在是从六开始吗？换你，六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现在只能说他已经失误一次了，我们就跟他拼失误这一次，要有破釜沉舟的感觉。运势大师的这个指示，对，既然你都这样讲了，我应该要听你的。但我的人就是反骨，我要比六大胜，哇，最大，厉害，有主见，对啊，这张牌一定要比小，哎，那我不反骨了，对不对？听我一次，运势大师这么说，我就要听你一次，比 K 小。你看着，差异啊！撞住岩石啊！来，小了，小。哎呦，这个在哎，那这样子我应该是有几张我就赢才对吧？你到中间呐，大。哇，再小。哦，追着我玩，我应该已经过了吧？我应该拿到奖金了吧？翻中间。要继续啦，一定会有一个中间的啦。小。你看又要再来，我又要大了，再来啦，大，哇，失误一次啊，啊你啊，各失误一次，各失误一次，好，那就换你们了，你要比二小嘛，我建议比大，没有小，我觉得小，我真的觉得小，现在才出来一张，他有三张，对，小啊，比二大，小。比较大，九，现在你们要继续还是要？好，他让过来，比九小。好，换人。好，换他了。其实你不用太认真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会4000块请你们喝饮料。比八大，主谋说比八大。两次，再干掉他一次。轮到我了嘛？比五大。比武大，又撞住，哎，各剩一条命，两次顶条也太衰了吧！你已经吐黑了。本来胜券在握的仁甫，这下似乎有了变数，究竟最后仁甫能否赢了，来慰劳纸单，顺便清偿对梦哲的债务呢？比武大。各剩一条命，两次顶条也太衰了吧！你已经吐黑了。来，这个时候有奖征答，到底今天我有没有办法把奖金拿走呢？自己 Q 呢？粉丝专页上面留言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小礼物，谢谢。所以现在我要重新 pass 回去了。比武大，我们拿8000了，我们已经拿8000了，搞不好决胜负喽。比武大，是吗？是，行，出来了，是来了，出来了。恭喜王仁甫获得8000块的奖金！
子，隔热纸，4000块给你，另外这4000块帮我买饮料，请大家。耶、好，等一下，这4000块也拿去请饮料。哇，真的？但先讲，你不能再跟他要隔热纸。不会要。你先出去，你有问邻居吗？他在管，没关系，他跟我互相扶水嘛，对不对？OK 了，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今天提供这么美好的场地给我们的三位哈，然后呢，好看的饥饿游戏，下周见，拜拜。